哇哦！我们现场已经准备好一台电子琴给何美喽，何美。哦，忙不错。来，为何美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拿手乐曲呢？这首是我的自创曲，叫做《圣灵之声》。圣灵之声，哦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哈。来，喊空空哦，看看，欢迎。对，我刚才打瞌睡了哈，打瞌睡了是吧？太好听了，太优美了，这个很舒服的音乐。是哇，好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，不是会登入那个游戏画面，通常都会放这种音乐，这种轻音乐。对，我需要讲一下为什么我叫做圣灵吗？为什么叫圣灵？有一段是叮咚当叮叮，上课钟声，下课钟声，下课钟响，下课钟响。对，小朋友来说，这是很神圣的一个，很神圣。一听到下课铃，就是非常有精神就来了，是吧？听到下课铃，哦，精神就来了，加了一点这个元素了哈。这个算是小很小时候创作的，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这个铃。加那种的客家元素喽，比方说你跟我蛮有意思的，比方说他像加了一个我们的号靠底波，钟声，对，好，这样小朋友就很开心，听着这个音乐就可以，哇，非常的舒服，就非常的舒服，弹到你大概就衰退了，是非常动人的乐曲哈。接着哈，我们旁边这位嘉全，是不是也要带来一首歌曲？来一段，钢琴王，来一段啊！他刚刚来个优美的曲子，那你今天要弹什么呢？我今天要弹的是夜的钢琴曲，夜晚的夜，钢琴曲，夜，来，唔好多讲，挨到七只雷段，来，掌声欢迎，掌声。进入这个古装剧的情境啊，是不是？古装飞天仙女的情境，飞天仙女啊！你没看我刚刚已经快要飞起来了，快飞起来了是吧？哇，难怪被誉为钢琴王子，弹起来真的是有点帅帅的哈、哦！真的有点帅，非常帅，非常帅是吧？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等我的女儿18年，等你的女儿18年，我懂一点音乐的都被你找去了。
对，好用，是是是，对。哎，我这个我们常常这个钢琴会听到这个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。垃圾茶会落没有？垃圾茶会落，垃圾茶啊！有一首那个叫《爱丽丝》呀，给爱丽丝。对，爱丽丝。噔噔噔噔噔噔啊！本身下来给你。好好好好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因为我们大概差不多那个时间。弹一下，弹一下哈。那我单手可以吧？好，单手是吧？没问题。好好好，啊，单接的呢？单手单垃圾车也不会开一半，我还是开整台来，好来。好来。亲爱的，你可以去倒垃圾了啊！好了，不能笑了，别抖了，别抖了，那会淋着的。哇！单手也行嘛，真好，对对，真的，真的很好哈。玉明对我们的钢琴乐曲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？觉得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四个字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是是是是，哇！你平常哎，应该有身边朋友也会接触钢琴吧？对不对？有啦有啦，可是不多，不多是吗？不多不多。依刚才这两位的标准，是不是要给我们讲评一下？讲评吗？对啊，讲评一下嘛。不同领域的啊，搞不好听起来不太一样。习惯吗？还习惯吗？习惯了，因为什么歌都要听这样。什么歌都要听，什么歌都要听。其实安利跟荧光哈，不分国界的哈，有很多没错没错。我们一个不管乐团来说，是，一表演一首国曲来讲哈，所有的乐器都很重要。对对对对。鼓手，吉他手，对，啊，键盘，你要先有一个架构鼓吗？鼓出来之后，再就是钢琴之母，衬底的。钢琴嘛，再过来就是 guitar 跟 bass 也是很重要。对 ，bass 出来啊，过来 guitar， 然后再融会贯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唱歌的吼，都全部要一个微不足道的，我们只是把他们的所有的精华统合起来，我们只是呈现出来，哎，按得出来，这就是音乐。对，都还，我们还是当我们的歌手好了。我们的歌手，这个音乐我们不是很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。民意这个乐团这个对对对都是非常对，所以雄光要跳国曲，你要呈现的是什么啊、哦？比如说，哎，要 guitar 是在哪一边？他要怎样的？比如说破音还是 clean tone 还这样子？那他的 bass 也是很多音色嘛？是啊，他的钢琴他也不一定要纯钢琴，他可以一轨纯钢琴，一轨另外一轨电音钢琴什么的都可以啊。就是啊，整个把编曲要串成一块，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。就是给你们唱的那个卡拉带，就这样子讲，我们就懂了。给我们唱的卡，对对对，是是是。不，你以为哪里来的？没有，你刚买讲什么个一弦、二弦，还是什么几轨？对对对对。还有像他的大提琴的贝斯，有时候用西洋乐器的贝斯也不好听，要用他们的那咚咚咚咚这样子。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就是这个我们创作出来，我们要表达的音乐是什么？对，态度是什么？啊，像你们唱到高潮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小提琴在你们唱你们的小提琴在后面衬底，把你们情绪拉起来，咚！哦，那是谁来的？我们来的啊！是是是是是是，对对。你想有一技之师长就是厉害了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他们即兴，他们看你们唱，他们就自己拉。这个其实啊，双姐，我们这个 live band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非常好玩，你就玩过一次就非常上瘾哈。而且他们就是我们要默契亲厚，因为有时候我到外面有时候会人来疯，有时候唱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们就那你是唱啊对。管你跟我就对了。我跟老领工、老领工啊，兄来留俩钟吼，国际巨星哈，我们这国际巨星背后都有很厉害的乐团，很厉害的幕后，所以我们一定啊，我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怎么秀呢？那就干掉了嘛，是不是？哇，像是今天哈，我们的音乐响宴真的是非常的邀请到这么多的才子才女了，都是才子才女哈，对对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听完这么多美丽又好听动人的歌曲，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嘛，对不对？才艺表演，对，各有各的。最后呢，各有各的厉害。也全部都爱你哈，全部爱你啦，会的都被你拉走了。根本你嘿，根本都很爱你，根本你都很爱你哈。好，我就非常感谢我的陈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跟我们一起分享音乐。谢谢，还有我们今天四位的嘉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好，在我们的节目尾声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请到我们双双姐姐呢，为我们再来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呀，最新的专辑《蝶波》继续向前行，继续向前行，来。努力就会成功。